了今天要讲 PS 的时间了。哎，黄姐，如果你现在在车上听的话，你赶快录一段话来，然后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哦。你们好，你想录一段话啊，给我当 PS 好了。那我就先继续讲我的，快点，我时间快没了。然后呢，我的 PS 就是我觉得我每一次拍来电台拍歌的时间，就是都有一点尴尬。完了，我时间来不及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爸爸，我想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姐。关于我吃饭的 PS， 明天再说。谢谢黄姐，晚安。明天见，拜拜。